你伤的第六感到底有多准？哎，要不然买点这个吧，这个小馒头不是你一直喜欢吃的吗？哦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完蛋了，我也没提醒你有啊。我喜欢吃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没有钱嘛，就饭吃不起，然后我就买这种小馒头，还顶饱，还顶饿。是的。我去拿袋称一点吧。哎，不用。啊？袋可以。来，拿着称吗？不是，你不吃那个了？我不想吃了，就是这个。你要不两个都称？不用，来，我给你称啊。够吗？够了。这哪够啊？这才哪跟哪？别吃了。来，我吃不完。不，能吃完。好了。啊？不是，你怎么把菜给我端走了？我给你做了好吃的。你能做好吃的呢？你不肯定有点外卖吗？你点的啥呀？你最喜欢吃的。这是我最……哪有大中午吃饭吃这个的呢？而且这东西它不顶饱啊。也不知道谁说的，我高中时候最喜欢吃这个，吃个特顶饱。先吃吧。我这个太干了，我咽不下去，要不然就干吗？要不然就吃。就是这个时候来，那我就给你先端走了啊。不是我。啊？干嘛？怎么又吃小馒头啊？我不想吃，我困了，我们睡觉吧，好不好？睡觉好吧，睡。怎么都是小馒头？这不是你最爱吗？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？你先吃吧，吃完了怎么办？宝贝啊，我给你承认一下啊，这我前女友喜欢吃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搞忘记了嘛，咱就不生气了，好不好吧？这东西都收走吧，让我睡觉吧。嗯，好，那你过来，跟你说个事。我不太敢过去。哎呀，你过来嘛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不打我？不重要，不打。不骂。不骂。哎，姐夫。所以你家里面没有什么事儿吧？哎，不是你手怎么了？啊？哦，就是扭伤，没事儿，姐夫。什么扭伤？不是羊是你打的呀？啊？哎，不是，真不是他打的，姐夫，真不是。用脸打的。